这套是 Greystone 905，是一个非常好的 studio。进门之后呢，左侧首先是一个非常大的 walk-in closet，面积很大，现在不仅有挂钩，上面还有一排柜子，可以放东西。然后进来之后呢，这一套是一个模板，是 with furniture 的。然后呢，这是它的桌子。那边是一个小的抽屉，两个小的抽屉。然后呢，这是一个小桌子，和一个凳子，以及一个 queen size 的床，一个落地灯，还有我们的沙发，以及这边是必备的一个冰箱。你看一下，非常的新，而且制冷效果非常的好。这边呢是我们的两个炉灶，它是用电的。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微波炉，它是和那种烘烤机是一体的，所以也可以烤东西。然后这边是它的洗碗机。然后这些就是一些柜子，包括这个也是柜子。下面是水池以及我们切菜的地方，上面也是更多的储藏的地方，更多的柜子，可以打开看一下。这一套，这个柜子，以及这边，还有这边。OK，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体，然后再去看一下卫生间。里面要储藏的地方，以及它那个镜子非常的长，可以当一个全身镜勉强。然后这边是一个 bathtub，然后上面的这个洗浴的淋浴头也很大。这是整个 studio 整体的感觉。再看一下我们这边的，能看出来采光非常的好。去看一下我们那边的景色，采光很好，因为楼层比较高，而且地理位置也不错。